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CT Social 找好东西网站。点进去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先看限时闪购，它里面包含了最低价、最优惠跟独家贩售这三个部分，很吸引我。然后呢，再来第二个，我一定会点进去看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即时排行，它已经把大家一定热销、保证一定会买东西，帮你排行好了。接下来因为这个网站，我觉得他们太宠粉了，他们时常会办一些各式各样的活动。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他们的13周年庆的大档活动。如果你平常在这个网站上面有看到一些价格比较高单价的高级家电，你可以趁刚好趁这个档期下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一个满额就折，这个档期里面他给你三大好礼。怎样？三大好礼是第一个，就是如果你天天每天都有下单，你都就可以抽奖。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周周抽，抽什么？迪士尼乐园，抽大把环球影城。再来第三个就是整个期间任何一天你有下单，你就有机会可以抽 iPhone 16。哇，好棒！马上加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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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带来的这些东西是我在这个网站上面我选到最近很适合我的。第一个，疗愈袍，浴袍对不对？它叫 Casemira， 然后你觉得它这个格纹有没有一点点像松饼？可爱，我觉得很可爱。而且这个我觉得它最特别的是哦，它穿起来这感觉是平常可以穿啊，这感觉平常就可以穿。而且它最特别的是，因为它这个织法啊，所以你夏天穿的时候它是非常透气。很神奇的是，它冬天或是你在冷气房，它又真的可以起到帮你保暖的作用。有帽子真的很加分，很加分。就是如果你洗完澡出来头发是湿的，你可以包，也可以一起包着。下面那个是什么？对，除了浴袍之外，还有一个什么？你洗澡的时候，我很重视去角质嘛。这个是它原始的模样。这一样是跟这个浴袍同一个牌子，还有不同 size， 它有大中小。它干嘛用的这个？它是天然菊若精能沐浴球，它如果泡了水以后，它就变成这个样子。这个样子，而且它很酷的是，它这上面呢很像蜂巢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它后面呢有一点一点黄黄的，这个是天然的核桃壳。对，核桃壳它可以帮助你边洗边去角质，你就不用又再用那个什么去角质霜、磨砂膏什么之类的，很麻烦。它就一颗就解决，而且它外观是黑色的，是因为它加了木炭，可以帮你去深层去除污垢。那接下来就是我要讲一个我很在意的一个点，请说。因为本人的头发其实算是细软发，有时候会不小心被人家误会是秃头或者是没有什么头发，所以我会非常在意洗头皮的照顾的头皮的洗发精。我就发现了这个 V-Cool 丰盈强健洗发精，它是可以洗干净头皮的，然后再加上它里面有一个高山稀有的成分叫做雪松醇，它可以帮你头皮延缓老化的同时减少断发，还可以帮你保养你的发质，让你的头发有一点点恢复弹性，然后有天使光。木质香气，对，是木质香气。而且这个是不是刚刚第一名的？对，这个是刚刚即时排行榜的第一名。然后你记得？对，我记得。对，介绍完头发的、身体的，再来当然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脸。我发现了一个这个非常可爱的 mini V 温感陶瓷按摩仪，它这样打开完以后，旁边有一个按钮，你长按。它会有红灯，它就开始帮你加热，而且它这个接触脸这个面积啊，这里是天然白玉瓷，按开关开了以后自己加热，你再按一下它就开始震动。而且因为它很小，很好收纳，所以随身像我要去拍戏现场，放在包包里面就走了，可以。然后边开车，然后可能边这样刮这样子，到现场哇，好瘦。哇，好精致，我的脸。辛苦你了。除了这个，我被它的一个很方便携带迷倒之外，我还发现另外一个也很方便的。我洗完澡，我有一个癖好，我会
趁洗完澡开始剪指甲啊。对，它是来自日本的贴心指甲剪。嗯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是用钢材一体成型的，之外它可以自动帮你收集你的指甲，而且它你看它这边这中间这个啊，它是一个锁头，它可以这样打开之后就开了。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就上这个网站。没错，你们上这个淘宝一下。没错，淘一淘。谢谢谢谢。